王别姬》，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那霸王风云一世，临到头就剩下了一匹马和一个女人还跟着他。霸王让虞姬走人，虞姬不肯。那虞姬最后一次为霸王斟酒，最后一回为霸王舞剑，而后拔剑自刎，从一而终啊。陈蝶衣是极度的自恋，还有就是他是极度的在舞台上，他是极度的自信。那段海楼呢，有一个师弟叫陈蝶衣，就是张国荣演的。陈蝶衣是一个比较自恋跟自我的一个人物，性格方面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在他在世的时候，从几岁开始母亲抛弃了他，到后来六十几岁重遇他的亲人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他最满足的时候就是在台上，在表演京剧，跟他的师哥一起扮演霸王别姬的时候，才是他一生人最光辉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在感情上他是非常的 aggressive， 还有就是他是非常的空虚。在后期的时候，就是菊仙把他的师兄抢走的时候，他是极度的空虚，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去演绎出来。哦，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菊仙小姐，这就是我的亲师弟，你瞧见了，演虞姬的。常听小楼念叨您，听都听成熟人了。菊仙小姐，失陪了。我不希望做陈蝶衣。我的意思是说，我本人不希望做他，因为我老实讲我比他幸福太多。可是我非常爱演这一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我基本上我自己喜欢演一些比较悲剧人物。这是一部非常沉重的电影，也是一部艺术性非常高的电影，那么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菊仙呢，以前是一个妓女，很早的，她是一个北京老北京的30年代一个很有名的妓女，后来她就嫁给了段小楼，她是真的是非常爱这个叫段小楼这个武生，她可以且不惜任何代价去帮助段小楼，但是后来她的命运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自己上吊自杀了，是。他想得到的东西好像他这一辈都没有得到。我很喜欢那种坦荡的那种很胸怀很宽广那种女性，我是觉得他这个剧本写得好，最后对那个陈蝶衣的那种理解，最后他第二天就自杀，文革对他批斗完之后，那个陈蝶衣也揭发他说他是妓女，段小楼也说他没有爱过他，之后他最后一个那种导演给了我一个段落，就是让我去给那个段小楼把那个剑送给他，完了回头看看他啊，是陈蝶衣，看到他那个镜头，我是觉得真的是理解了这个男人，他就走掉了。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很
又是很强，又是很女人味的一个女人。这个主题是一个背叛的主题，这个背叛的主题是由两个人的故事开始的，就是由程蝶衣和段小楼这一对以师兄弟的关系，在20年代的中国京剧科班里开始的这样一种很深入的感情的这样一种关系。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由张国荣所扮演的程蝶衣，他的戏非常难处理，他面临着很多很细微的情感表达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能够非常准确的同时非常锋利的揭示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最终呢使自己感觉到我是一个女性，我就是在世虞姬。我过去跟很多西方记者讲过这样的话，我说在所有我的电影中都一定有一个我在精神上完全认同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程蝶衣。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跟凯哥见面是在香港，他那个时候住在一家饭店，然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而且不是一般那种普通一个导演那种感觉，他已经在跟我谈论的是不是说你会不会去演这个角色，而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角色演好。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描写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那所以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现在是92年不是29年，那所以应该是不会像从前那么敏感。你们杀了我吧。这样才能真正看这样高，我这就把你举嘴打得好，我真当心呐！我真的，妈的，你妈的，大哥！哎呦！那是真的伟大，那个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说，与其假的打，要打很多次。不能够满意，还不如真的打一次。当时陈凯歌没说，说是要光屁股打，我提的。我说，因为我从整戏出发，小时候打都是光着屁股打的。我觉得如果到大了以后，回去以后，师傅打，如果穿着裤子打什么的，好像那效果就不如。已经很大了，已经很牛气了，一条汉子去到那儿，照样被师傅一撩起来就打屁股，而且呢是跟小时候一样，趴在板凳上光着屁股打。我觉得这样，我跟陈凯歌说得光着屁股打。那个张国荣说，我可不要光屁股。张国荣，我说我无所谓，我说我那我来。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拍每一场戏之前，他都会找那几个演员，在那场戏的演员开一个会，他希望你怎么样去演这一段戏都非常的清楚，他不会有什么含糊的感觉。可能就是我们拍戏的时候，每一位演员都是非常成功的演员，比如说巩俐、张丰毅、葛优，他们都是非常有势力的演员，那所以加上凯歌在开会的时候跟我们讨论之后，我觉得我们到现场的时候都应付自如了。我觉得拍一部好的电影，除了在视觉上有对让观众有享受，在演员方面挑选的要正确之外，就是导演方面应该要在这部电影里头要 deliver 一个 message。那我觉得凯哥在这一方面，在《霸王别姬》里已经办到了。别动，这是真家伙。
那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徐峰，但是徐峰跟我讲了，他说他已经把李碧华所写的《霸王别姬》这部小说的版权，电影版权已经买下来了。我当时是生活在美国，两年以后呢，我自己就觉得经过似乎是经过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孕育的过程以后，我突然发现我能够驾驭这个题材。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两个编剧同时动手去写作这个剧本。我想我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功夫，同时呢有了相当的成效。我对最后剧本的完成稿是感到很满意的。我先要感谢的是李碧华，因为他的两本小说把我当作他男演员的蓝本。我第一次接到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应该是我自己去买的，就是十二年前。这个角色是比较敏感一点，那在我当时来说就是有心无力了，我不能接受这个挑战因为唱歌的时候我要顾及我自己的形象问题。那到了现在就不一样，因为现在我是就比较专业的一个演员，而且我现在已经不再唱歌，那所以就是我把我自己当成一个比较serious 的一种 actor， 那所以就是我有这份勇气接受这个挑战。拍戏过程中呢，看了很多资料，就是关于一些妓女方面的一些资料。我的同学非常好，他给我一些书，是写一些文革之前有一些妓女。老妓女的一些身世写在书里面，我还看过。那还有是我想戏班的生活我应该稍微了解一点，因为演的呢就是名爵的老婆，那一定要懂得一点戏班的事儿。我到了北京的时候，起初的时候我最重要的就是跟很多北京的京剧的朋友们一起见面，跟他们学京剧。京剧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所以在荧幕上你们看见我的表现，我不能说我能拿到非常准确的做手啊或者是什么，可是在他们来讲，我能够做到在荧幕上那种情度已经觉得很不简单，那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他们曾经准备了两位朋友当我的替身，可是后来在正式的时候他们没有用上，那么我觉得我是非常安慰，因为我觉得我努力下来的成果就是这样。在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时期因为我要非常专注于那个京剧的训练，还有就是在语言方面的训练的时候，我是特别的苦。认真的要说哪一场戏最辛苦，应该是在批斗的时候，因为批斗的时候刚已经到了差不多初夏，六月份的时候的北京挺热，气温方面已经差不多要到了33度，那么在一个大晴天33度，把所有的行头带上，穿上了京剧的服装，然后跪在一个大的火堆面前，就是演戏，演了3天，那个时候是挺苦的。其实是难度最大的，就是花满楼有一场是从楼上跳下来，也很难忘，也难度很大。那场戏是很不是难演，是觉得因为很多人在等着我从那个地方跳下来，那也需要我呢接一个镜头，是从2米5左右从那一个平台上跳下来。当时我是觉得哇太可怕了，跳下来以后马上有一段台词骂那些嫖客，一些那段台词我是想着我可能跳下去以后啊那个台词就忘了，因为这是连下来的，中间还不能断，跳的位置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哎，当时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哎呦，疼啊！值班小子坏透了，他们逼着我，非得只能喂他们酒喝。怎么着，王八蛋！你们烫我，姑奶奶烫了，怎么着？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在流连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不
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溜走。